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ter。今天 Carter 要来为大家介绍，是我们台湾目前市面上最新款的电动平躺机。它除了跟原本一样拥有让你解放双手更省力的一个设计以外，它有新增几个功能选项哦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新增哪些功能吧。好，我们新款电动平躺机开机之后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是采用触控式的萤幕，科技感十足。那第一个界面这边，会有一个锁定萤幕的功能，把它长按 OK 就可以打开。那打开之后，在我们的左上方，这个是我们的压力设定，那总共有0到9共时段的压力调整，让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材料有更多的选择。那在上方的部分的话，有1、2、3三段参数记忆设定的功能，让你针对不同的材料不用再重新设定你的参数了。这有三段的一个参数记忆设定功能。那我们中按中间 S 的话，就可以去调整我的温度。比如说我现在要165度，再按一下 S，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样是两段式的秒数，有一跟二。那我比如说我第一段要设定15秒，好，设定好之后再按一下 S， 第二段要设定10秒，好，设定好了再按一下 S， 好，设定好温度秒数之后，这边会有一个符号，这样就在升温中了。好，那这边是关于萤幕设定的一个介绍说明。原本抽屉式平台的设计，我们新增可套盘底座，让你套衣服的空间多增加30%以上，让你套衣更方便，对位更精准。好，多了这个套盘底座，让我们在衣服的一个对位上会更加的精准跟方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一款最新型电动平躺机的介绍。那当然，我们电动平躺机最核心、最让大家爱不释手的原因，当然还是它解放双手的设计功能啦。你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吗？赶快上网搜寻医生来跟我们做联系哦。